我们扩大交流的范围，还有生根。什么叫生根？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朋友，你要深入的去交往，所以叫做六畜岐山。岐山是个地名，在三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因为诸葛亮要打曹操，一定要通过这个关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没有诸葛亮，或者诸葛亮不下山，曹操很快就统一全国，很快。曹操最大的克星就是诸葛亮。你慢慢去想啊，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天下的局势，这是事实。如果没有诸葛亮，或者刘备请不动诸葛亮，诸葛亮不下山，那曹操很快就统一天下了。但是话讲回来，诸葛亮出来又怎么样呢？你发现诸葛亮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，他说时间已经不合适了，但是既然人家这么诚意，我就努力去做就是了。他老早知道是没有结果的，他老早知道了，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一个人不要完全重视结果，不要。我们今天都是结果论，我们今天结果论很严重。记住一句话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不以成败论英雄。结果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，人所能控制的只是过程，你有没有很认真，有没有很负责，有没有全心全意投入，至于结果怎么样，老天在决定。我不晓得各位接不接受这样的看法，你有把握的只是你自己，自己跟别人互动的部分你永远是没有把握的。市场的变化你没有办法控制，人事的流动你没有办法控制，一个忠心耿耿的干部突然间死掉了，你又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结果是听天由命的，过程是你自己要全面掌握的。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尽人事听天命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一定要好不容易认识一个人，我要想办法深入的跟他交往，否则的话你就是什么，就是朋友满天下，知心无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你交那么多朋友干什么呢？一般的朋友叫做点头之交，泛泛之交，紧要关头他是帮不上忙的，他是帮不上忙的。我们要的是三五个两三个就够了，知心的朋友，当你危急的时候，他真的会仗义挺身来帮你忙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平常有没有朋友其实不在乎，而是你危急的时候，你才会想到朋友是很宝贵的。可是你等到危机的时候，你去交朋友已经来不及了。
那就叫做什么？叫做宁可才去挖井。你口渴的时候再挖井来不及的。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，要事先做好准备。你宁可一辈子不用，也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。那我先请问你，当你危急的时候，你要借钱，你找谁？你找谁？你随便开口，只要向三个人开口都借不到，你就心灰意冷了，而且把时间整个拖过去了。什么叫六畜其三？就是当你不需要钱的时候，你要试着跟你的朋友去借钱，看看借不借得到。你一旦需要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找谁借才不会落空，这样就对了。我有好几个朋友，我会自己去规划，这几个朋友我跟他开口也没有用，这个朋友我跟他就根本开不了口，这个朋友我跟他也没有交到，这个朋友上次跟我借钱我根本不能借他，我这时候再跟他开口笑话，那我就剩下两三个，我怎么办？我就打电话跟他借钱，我说李先生啊，我最近有急迫的需要，你能不能周转2万块钱？看他怎么回答，他一开口就是不行，那我就知道这个人你是借不到钱。他满口答应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也知道这个人是借不到钱的。你会发现，凡是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都是借不到钱的。因为中国很简单呐、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下面加四个字，从此不提，一个钱也借不到了。我跟王先生借钱，我说王先生，我有急需要。2万块钱周转，你能不能帮忙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你是要现金还是要支票？我就知道我借得到了。中国人很简单，他问你你要现金还要支票，他就准备借给你了。我说支票好了。他说支票你来得及吗？因为他嘎进去还有时间，那他就更准备借给我了。我说没有问题，有支票我就可以解决了。他说那是你来拿呢还是我派人送去？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嘛。我说我派人来拿，他说不要了，我找人给你送过去了。那这个朋友更值得交了。当他把支票给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动用他，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，我会留下来一两天看他怎么反应。如果他第二天就很急的问我这样那样的话，这个朋友还是很麻烦的，他有太多条件，你将来还是麻烦。两三天他都若无其事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谢谢你，你那个救过了我一命啊！但是现在我钱已经调度好了，我把原支票奉还给你，感谢。我根本不需要。他说没有问题啊，你这个用好了，我就做记号，做三个星，这个人以后借钱找他。我就不怕了嘛，我怕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平常没有做这些工作，临时到时候乱找，找了一碰钉子你就心灰意冷了。中国人是救急不救穷，穷人没办法救，穷人怎么救？他是无底洞，那连急你都不救的话，那要这种朋友干什么？我问你要这种朋友干什么？你救了穷人，就会制造更多的穷人。但是穷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救吗？可以，你要告诉他怎么脱离这个穷的困境，而不是给他现成的钱让他去花。我看不同是在这里而已。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己任，客户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。
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，时代光华。平常跟你的朋友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互动，你才知道他哪些方面是值得你信赖，哪些方面是他能力做不到的事情，这样才叫做彼此了解。然后紧要关头你才不会慌张失措。同样的，哪些人你可以借钱给他，哪些人绝对不能借给他，你自己也要搞瞧清楚，到时候就不会乱了。你看你的小孩要委托谁，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像我小孩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要出国，出国你小孩子找谁照顾？你不能带出去，那总要找到非常可靠的人。所以我平常就留意了，我的朋友里面哪几个人是可以把我小孩托给他的人，哪几个人是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人，我通通搞得很清楚。然后到时候我就很安全的把问题办好，就不会找麻烦了。人生最要紧的就是做到自己不后悔，如此而已。后悔是没有用的，后悔是不能弥补的，后悔经常造成那种遗憾，那不后悔。好坏是一回事，成败是一回事，只求不后悔。然后像有时候啊，失败的人反而比成功的人日子更好过，不见得成功人就好过日子，不见得。你看有钱人苦恼多多，我相信各位也听到这样的故事了。那个楼上楼下两家人住，上面是个大富翁，整天笑也笑不出来，更不要说唱歌了。下面是个穷做皮鞋的，他整天唱歌快乐得不得了。上面那个富翁就很感慨，人家那么穷整天笑哈哈的，我这么有钱整天这么苦恼。他的朋友就告诉他，你想要快乐吗？他说当然了，那很简单嘛，你就把钱送给楼下就好了。太简单了嘛，他就真的把钱送给楼下，从此楼下一个歌也唱不出来，整天在那里愁眉苦脸，不知道钱要怎么办，他就开始笑了，唱歌了。太容易了，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，但是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就好像我们讲科学一样，科学有很多很多好处，但是科学有这个问题，问你，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交通问题。你看现在科学那么发达，塞车就是塞车。你说我是科学家，照塞，他怕你呀，对不对？科学第一个没有办法解决塞车的问题，第二个没有办法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，第三个没有办法解决房子到底是多还是少的问题，这根本没有办法。你要讲什么科学？科学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好处，但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大堆。没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，所以我希望各位，你相信什么东西，相信到差不多就好了，不能再相信下去了。再相信下去你就完蛋了。我倒问你，什么叫差不多？很多人不会解释差不多，然后把差不多整个误解掉了。差不多真正的意思，
叫做不能差太多。那不能差太多就是刚刚好嘛。你要骂什么？我请问你，这些灯都是一模一样的吗？你如果说是，那你是完全外行。这些灯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彼此差不多而已。你是真正内行的，那差不多就好了嘛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各位好好回去啊，重新想一想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差不多。但是我们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，已经搞得一塌糊涂。你想从我这里拿到5000块，我给你5000，你算了一下，说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是刚刚好。你想从我这里拿到5000块，我只给你1500，你算了半天，会说差不多，那才怪的。你说差太多了，差那么多，差太多才是不好，差不多是最好的。谢谢大家。